你看，电麦腿，还有谢顶抠，外加光头哥，他们仨今天早早的入睡了。但是，别看表面风平浪静，其实故事就在沉默中爆发。你搁这边查，人家宋晓峰搁那边该播还播，那不得慢慢渗透吗？你可拉倒吧，还渗透？老四，我看你这是渗透汁了，你是摸啥的？摸啥？我找监听器你们？谁监听你呀？你这花呀监听你呀？啊？不行，你那玩意儿就别播了。我不直播，你养我呀？我养你啊！山庄那么多人，连猪带狗不都我养的吗？还差你一个了。我是猪啊，不是那意思。